提起红地七，大家一定想到离别的月台票、台北发的尾班车、美峦的公路，也甲怀念的播音员等等老歌，因为这拢是由伊主唱。而且轰动一时的经典歌曲。民国51年十月，洪德七先生参加中国广播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，得到冠军。后来受到广播界先进周进生加名作曲家飞声推荐，进入亚洲唱片，陆续灌录100多首的歌曲，让伊成为一位台湾的红歌星。洪德七先生的个性温和，真有绅士的风度。唱歌时阵会当将感情自然流露，所以的歌声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依然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。今麦咱就来欣赏由现场所带来洪德七先生的经典歌曲。不愿意变成什么你